二爷，我张罗张罗去。啊，去吧去吧啊。爷，我走了。哎。我说徐儿啊，今儿你是要请客啊？刚才过去那位是谭家的厨子，怎么上这儿来了？爷，你的眼可真毒。嘿，今儿中午啊，有一桌。请的都是些什么人呢？这事儿你也不跟我吱一声。哎，您别急呀，到时候您要是愿意出来就赏他一句话，您要不愿意出来啊，您就在屋里歇着，谭家菜您想吃什么就让他做什么。啊，请的是谁我都不知道，我说什么呀？哎，都是各老王府老贝勒府的管家，跟我一样的主。请他们干什么呀？哼，我落牌的时候他们连句人话都没有。哎，您别生气呀，听我慢慢的跟您说。这人呐，不遇难是长不大的。原来我也以为自己是个贝勒，人家这也捧你那也爱你，自个儿觉得自个儿也挺不错，可真遇事儿呢一下就明白了。长这么大没有几个真心对你的，原来的那些个阔亲戚全是假的啊，尤其是那些管事儿的，比冰还凉得快呢。你没听金安说吗？啊，连大门都不让他进呢。您说的对，一点错都没有，管事的最为势利。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他要是不势力也当不了管事儿的呀。这回啊，我就是冲他们的势力眼才请他们的。你不是势力吗？对不对？贝勒爷倒的时候你们不理，今儿要看看贝勒爷是怎么起来的。不让他们看，让别人看没意思，对不？看了又能怎么样呢？嘿，当然了，咱呐不光是为了这个。爷，你想想，咱这次是怎么慢慢的还起来的？不就是因为金安那只碗吗？嘿，招啊，这就对了。爷，你想想，咱们指着什么在琉璃厂开店呢？就金安那几只碗？是不是少了点儿？咱们的管家手里有瓷器，别的管家手里就没有，也许啊还更多呢。啊，行了，你说了半天这意思我也大致明白了，我也不愿听了，你就给我挡一下，这些人我实在是不愿见。得了，我到后边歇着去了。哎，您歇着。回头啊我再跟您慢慢的瞧是怎么回事啊。我先过去了。哎，您慢着点儿，慢着点儿，慢着点儿。哎呦，杨管家，恭喜二爷！哎，你请。哎呦，王管家，请。哦，李管家，请。爷，您请喝茶。啊。今儿中午您吃什么呀？是谭家菜吧？哎，嗨，除了蚝油就是腊肉，我不爱吃。哎，对了，你给我到街上买点去吧。行，你上后德福去叫两样河南菜，要一个烧猴头，再来一个锅爆蛋。哎，对了，再要两样素菜。我记住了。哎，回来。
金安呐，咱们家这回出的这事儿，多亏了你呀。嗨，这我也不多说什么了。徐二他这么办事儿，也许有他的道理，你就甭管他了。哎，他呀，想到琉璃厂去开间铺子，就让他开去吧。你呢，就在我身边跟着我，咱们过咱们的消停日子。对，爷，您说的对，我走了。哎，哎，回来。啊，待会儿买菜回来呀、啊，你和六子上我这儿来吃，人多吃着香。哎，陈，你好，来了。哦，哎，看看，看看，您瞅瞅这个，哎，真棒啊，多地道啊！哎，您再瞅瞅这个，真正的血沁呐！您收好了。怎么着？看着不对。不，看不好。有血沁，又有黄锈，不过这玉身看着新呢。你是哪个铺子的？风衣阁的。还学徒呢吧？啊，还学徒呢。一个学徒的，你看过多少东西啊？拿过一件敢说不对？你也太张扬了。我说了，看不好。你说看不好，我今儿倒想听听你怎么看不好。哎，这沁难道是我自个儿做的不成？难道是假的吗？就是。我没说是您做的。宋元明都有玉器作伪，但都比不过咱们大清康乾时做的精，做的巧。哎，那个我不想听，我就想听听这血沁。他怎么能做出来啊？您要是真想听啊，我就给您说说。说错了，您看我是小辈儿的，您别生气。古玩这行没辈儿大辈儿小，只有眼力学问。我今儿啊就想长长学问。那我就说了，血沁，血沁不和血肉粘在一起，它沁不起血沁。想的折都是和血肉有关的折。先把一块新玉烧红烧热，再把准备好的猫狗身上割上一刀，趁着玉热的时候塞进去，再把死猫死狗埋在地里，一年以后取出来，这玉上必然有血沁。这种玉行家叫狗玉。还有一种玉，玉劲小，在活羊腿上割一刀，将新小的玉件直到里边去，过一年以后取出来，必有红血丝，行里人叫红丝沁。这种玉叫阳玉。哇，哎呀呀，我给您拍一回手，风衣阁刘掌柜的真有福气啊，找着你这么个徒弟。不过我有句话告诫你，古玩行里的规矩，啊，是知己的人都不把话说透，点到了为止。对，说透了，怕有现世报。嗯，您这话我记住。不过今天不是我想说，是您一个劲儿的让我说，透不透的，我还拿不准呢。您可别，没关系，慢慢就拿准了。行了，您忙您的，我再转转。得，您去。好，您去。好。哎呀，能的。刚才和方掌柜斗壳子的是风衣哥的徒弟吧？嗯，
看着像。学出来了，瞧，把方掌柜都说急了。方掌柜的也是，见天的拿着几块狗血玉在这摆。他有他的道理，背不住啊，是自己走了眼，再想找个垫背的。哎呀，连个新入行没多久的伙计都蒙不过去，哎，看来他得收了。怎么着，添点水吧你？哎，好。怎么着，方掌柜？现了。今儿出门没看黄历，碰丧门星了。谁呀？谁这么不懂规矩，惹方爷您生气？刚出道没几天，就开始讲古了。我最恨这路人了。哎，古玩一行，真真假假，假假真真。走了走了走。哎，赶明儿我开铺子，就叫二真阁。铺子里等着你。一，不能认真。二，不能较真儿。哎，你等会儿啊。看我怎么撅牙的。搂什么了？哎，家瞧去，家瞧去，要碗吗？您漏了？那个真碗了，脆，后来又换了。有毛边啊？嗨，三百多年了，哪能没毛边？不算毛病。哎，你看，嘉靖官窑，哎，漏着款儿。有毛病，多少钱？一个数，一百块。卖了一千五，一百。后边还那个，打个对折吧，我只能给您五十。得，卖给您了，五十块算交个朋友。哎，我见天来，拿回家要瞧着不好，到这儿啊，我退给您。既买了，我就不退了。啊，给您钱，五十块。得，痛快，回头见了您嘞。五十块钱，小伙子，买个碗呢？哎，有眼力啊！回见。说是明万历的分财，假的。掌柜的，我回来了。回来了，水没了。哎，说来水去吧。哎，他换到什么东西了？买了一只碗，明嘉靖的。哦，拿来。掌柜的，您看，毛边我摸出来了。我说吧，当年烧制的工艺差，烧不出这么硬的东西来。轻纺的，多少钱收的呀？五十块钱。嗯，给我退了去。我没有看见有秤。
先是他自己弹来着，我听着脆脆的。掌柜的，嘉靖的，有毛有冲，50块钱能收下吧？什么？这铺子里是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？刚收了两件东西，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。立马给我退了去，别管窗口上有多少人，当面给我认个错。掌柜的，不是我怕认错，知道错了我还怕认吗？可古玩这行您知道，凭的就是眼力，真是买了打眼的货，藏还藏不过来呢，谁还敢拿去找后账啊？这不是自己毁自己吗？今后这行还怎么做呀？早知道这样，当初你就应该谨慎点儿。不管你怎么说，这货你给我退了去。掌柜，我是真爱这一行啊。卖了打眼的货，我知道我错了，我记住了。今天，不管是不是有人夸我。我不怨别人，我都怨我自己呀，掌柜的。您别让我推这只碗。一货场的人笑话我不怕，我是怕我以后干不了这一行，掌柜的。今儿这事儿，我还一条道认准了。你不去退货，我就不是你的徒弟。你给我退了去。啊？你退不退？啊？你给我退了去！你给我去呀！你听见没有？好，你诚心是不是？你小子跟我就耍混混。行，这碗是50块钱收的，我就算你100块大洋，从你存款钱扣。怎么扣都不多，我记住了。古玩这行，虎穴龙潭。嘟巴拉的亲嘞，疼！娄先生呐，娄先生，你出价30,000元，东西远远不止这些个银两，足乃世间少有，卖与娄先生是万万不可。大坑切坑切，疼。不能卖给他。兴许能卖出个好价钱来。张经理，嗯，您上眼瞧，这啊，这地道不地道啊？好东西啊！哎呀，不瞒您说呀，正经老贝勒爷传下来的。哎，您要是喜欢呐，您就收着。啊。我跟你说啊，今儿我找您呐，还不单是为了这幅画。好，有什么你就说吧。我现在这样，还不是托了老贝勒爷的福？是。哎，我要是光走读书的路子，现在恐怕就吃不上洋饭了。是啊，张经理啊，您知道这小贝勒爷的脾气，他越背的时候就越不愿求人，现在
不就是因为这点老玩意儿才缓过来的吗？嗯，他就更不愿意求人了。其实有什么呀，这世上连挚爱亲朋都不求，哎，不是生分了吗？哎，他家不是都抄了吗？怎么还有这么多东西啊？啊，抄是抄了，不过这么大个家，就是抄个啊净光净，哎，只要有底下人，底下人别的也不用带，只要穿身衣服出来，那就有火儿啊。听你这么一说呀，我才信。这才刚刚一年多，这新贝勒府又有了。哎，不单有了，比过去的还大。哎，得空啊，您过去瞧瞧去。好，我一定备上份厚礼，看看金爷去。杨经理，厚礼就不用备了。您认识的洋人多，多带几位洋人到我们那儿去就行了。哎呀，我可知道，老贝勒爷是最恨洋人的。哎，恨洋人才挣他的钱呢。谁跟钱有仇啊？老家，我找张经理。嗯。您稍等，我给您通报一声。好的，好的。稍后。哎，您把洋人领来，哎，我必有一份人心。哎，用不着。老爷，底下有叫崔侯友的说要见您，他说有样东西要给您看看，这是娄先生给您写的便条。哦，我这不是有客人吗？让他等会儿吧。哎，哪个小崔啊？是不是原来梨园行里唱武生的那个？哎，他说是唱过戏，看着身段也像。哦，这人我认识，当年啊，他就是和刘巡抚的姨太太偷情，才犯了事儿的。我跟他呀，还有一段说不清的事儿呢。啊，张经理啊，嗯，这个人呢，我不便见啊。你们先谈吧，我到里间坐坐去。哎，要不我回了他。哎，别介，你们谈你们的啊。去把小崔让进来吧。是。啊，您请。哎，好，请。哟，张经理。哎呀，小崔有日子不见了，你可是去了外省。只是没有什么好玩意儿，所以就没敢过来烦你。啊，请坐，请坐。哎，好。哎，该来还来嘛，有好玩意儿可别给别人呐。啊，是是。他可从来没这样对过我，准是为了那幅帖。一会儿回话我得小心着点。张经理啊，那是娄先生给写的，您仔细瞧瞧。嗯，张经理，是这样啊，小崔，那幅帖你带来了吗？啊，是不是你自己的东西啊？啊，不能说我的，说别人的有进退。哈，张经理啊，什么东西我不都得让您先看呢？啊，是不是？这东西要真是无价宝，我绝不能放过。那你见了东西了？我见了。这帖子的外边是用檀香木的盒子装住的，光印章就有30多枚啊。光娄先生的鉴定书也说明不了什么。你明天把东西带来吧，货要真，我一定要，你就不要再给别人了。那这样吧，张经理，明天我就把东西给您送回来。好，明天我随时都在。啊，那我就不打扰了。好，我先回了。好好。哎，慢走，留不留？慢走。老于，叫辆车送送小崔。好嘞。哎，这东西就这么宝贝？没见着东西呢，也不能那么说。您想要？也不是想要就能要着的。
张经理，借您电话使一下。嗯，去吧。接李管带。喂，李管带吗？哈哈，是我是我是我。你好你好你好，我有个事儿啊。啊，吃饭。吃饭什么时候不能吃啊？哎，你什么时候想吃我什么时候都可以请你啊。哎哎，什么？当然有姑娘陪啦，再好的饭没有姑娘陪也吃不香，不是啊？啊，是这么回事啊。贝勒爷祖传的一副帖子呀，前些日子丢了，怎么丢的你就别管了。晚上啊，你给我派上一队兵过来，我查出东西在什么地方了，你就派兵给我把他抓起来就行了。啊，好，完了事之后，咱们一定一定吃饭啊！哎，好。哎，二爷，你这是，你不用心疼他。哎，这小子我知道。有股的狠劲儿，你要不这么着，他不会卖给你。啊？嗨，大伤不了他，啊？好。开门！外面是哪位呀？程方英的，程方英巡勇。哎，怎么了？把帖子交出来。长官，什么帖啊？我连字儿都不识，我要那玩意儿干什么呀？少他妈废话，给我绑喽！过来吧你，长官。哎，长官，好，哎，我冤枉啊！走，走，走你呀！走，你他妈怎么随便抓人呢？长官，走，快点，走，来，是，走。
要他妈自己，不要老子。哎呦喂，长官，这可是自黑，就是这他妈不是铁，好好搜。哎，爷，找到没有啊？没找到东西。快仔细的给我搜，搜是，仔细的搜，快快是。进去吧，我在这儿等着你啊。就那边。冤家呀，冤家，不是冤家不举头，我走了，这泥人是你拿走的，现在我要拿回去，我要把它打碎了，重捏一个。冤家，你找小崔呀？我是他亲戚。哎呦，昨天晚上来了一队官兵，把他抓走了，说是为了什么铁。大妈，小崔给抓走了，为什么？啊！前天还好好的呢，怎么就给抓起来了呢？我不知道。大妈，您知道抓哪儿去了吗？说是城防营。哎呀，天哪！这可怎么好啊！冯妈，咱们先回去吧。到底是谁家的亲戚？怎么老妈子李太太还记呢？你一定让老爷去打听打听。这世间的事儿啊，真是掰扯不清。老爷，谈的怎么样？你看，泪珠还挂在脸上。我早说过了，女人没有愁，就没有味道了。老爷，他是我弟弟，让人给抓了。求老爷托人打点打点吧。他一个老妈子的弟弟，你哭什么呀？发慈悲也发不到这种程度吧。
太远了。冯妈，这是在外边，让人看了笑话。有什么话，咱们回家跟老爷慢慢说吧。好，慢慢说，慢慢说。我是最怕在别人面前丢脸。回家去，快回家去。笑是不是啊？啊！我走了，你就阴修下去吧，臭婊子！老爷，老爷，说是帮我卖古董，却只是卖皮肉。想卖皮肉，你回玉和楼去卖好了。你把这道门给我看好了，从今天开始，你们不得迈出大门一步，不然我就不客气。哼！老爷，老爷，崔和友，子贴，现在在何处？回大人，这几天我都回过您好几回了，我从没有过什么贴。小的只是个加包袱，串宅门的。我的货都是从琉璃厂各家铺子里搂来的。不信你可以去问问，哪家铺子里给过我帖子呀？啊，那有关韩妾妾的字条从何而来？回大人，那天我从张经理家门口路过，门前站着一个半熟脸的人。给了我这张字条，他说如果张经理要这幅字，他就能给我谢银，给我谢银30块。当时我问他，你为什么不自己进去？他说他原来也是个假包袱卖货的，卖给过张经理假货，他们之间有了隔阂，所以托我来办。我见他说的有理，又被那30块大洋所诱惑，所以我就应下来了。谁知道这是他们设的局子，诓我的。我还求大人明鉴。你不是说
那小子姓楼吗？给我字条那个人，他不姓楼。那封信是楼先生写的。什么？我叫你骗我！我叫你骗我！我哼！他妈的！打死你他妈的也没用！把他给我卸下来！哎，给我撂下来！我再问你一遍，你他妈的知道不知道？我真的不知道，真的不知道啊！我正在找你呢。吴大爷，你来了。哎呀，老不来了，兰儿来陪陪吴大爷。我跟你说啊，吴大爷，哎，谢谢，去，你过来。这样，我告诉你啊，怎么了？你调教出来的姑娘好，我回头啊给你送回来。怎么了？小两口打架了？打架？我现在想杀人。这是怎么话说的？那么好的姑娘给了你，还生这么大的气？好，好不要脸，婊子堆里出来的。哎呦，得了，背着我在外面偷人，这也是你调教出来的。哼，话可不能这么说。当我这儿领出去的时候，可是黄花闺女。再说了，人是你选的，钱是你花的，学坏也是在你这儿学坏的。我能叫他偷汉子吗？哎，好了，不跟你说了。把九姑娘给我叫下来，陪我喝酒。行，我有的是钱。哎，我不能在家里刚生完气，到这里还是钱。好，去！吴大爷，您别生气啊，我给您叫去啊。去，叫去！哎，各位爷，吃好了，喝好了啊！哎，坐着啊。这是怎么哎呦喂，九啊，我告诉你可出事了。怎么了？刚才我在底下听吴先生说，小玉盒他偷人。偷人？谁呀？听说是在他们家帮过闲的，还在咱们这儿卖过翠花的小崔。小崔？他好不容易找了一个好人家，你说他又干这种事儿。人家吴先生说了，他死活都不要，还要给送回来，你说这可怎么办？玉和妹妹好不容易找了个人家，可不能回来呀。他吴梅安到处养小，难怪玉和妹妹有外心。是啊，我怎么跟吴先生说他不听我劝呢？他还说了，咱们要是不要他，给他卖到别处去。哎，横竖这小玉和是凶多吉少啊。您先听听他怎么说，但愿他心眼没那么坏。行，我这就下去啊。哎，九啊，你可也得下去跟吴先生说说，咱这不是为了玉和妹妹吗？哎，我先下去了啊。这日子过得跟书上写的似的。